我们的问题是放在一样我们的云端硬碟里面的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然后这个是其他补充范例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其他补充范例。那有我会把一些同学的问题也把它放进来，像有最近有个同学问到呢，就是说字串切割，这个跟我们等一下讲的有点关系，他要把网络上抓到的东西但是他要网络上抓到东西的部分而已，那用什么方式做最快？这个这一题的董博我觉得也不错啊。另外还有像什么，有同学写一个那个牌桌系统用 VBA 来做，我觉得还蛮好，因为饭店业有没有？如果说你今天要牌桌，有时候很麻烦嘛。那你如果有没有写一个快速牌桌，比如说你给我一个清单，有哪一些宴客的清单，然后他有没有带小朋友？如果有的话，那我要怎么按下一个按键，自动帮我把桌号，就是要做哪些，还有他的那个要他是朋哪一是男方的朋友还是女方的朋友还是同事还是什么的，那你要帮他放在一起。这个地方的话，如果用 VBA 来做的话，怎么做啊？因为有同学就自己用这样的想法做了一个叫牌桌，就是宴会牌桌的一个 VBA 程式，但是他遇到一个问题，就他排桌完之后，他不会加框线，就是说那个框线也许预设是没有框线的，那可是问题啊，那你要怎么去把框线快速加上去？最基本的，至少你要加个实线吧，再来就换个颜色吧，再来就是就是线条的粗细要改一下吧，大概会有这主要这三种。那可是一般同学可能也许会写 VBA， 但是最后要输出成报表或列印出去的时候，你都发现没有办法加一些框线，那感觉就会好像差了一点什么东西所以这边的话我也顺便补充，就如何快速的帮我们指定的表格加个框线。那加框线这部分其实并不困难，非常简单。不过坊间的书籍在介绍这一部分的话，其实都没有非常清楚的说明，甚至是网络上面你 Google 一下，我好像很少看到有这部分讲的比较清楚的啦，大部分都是写一堆，但是呢不见得能够真的切中要害。那等这个部分我有一个额外的说明，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也可以当成我们上课的这个补充，反正这些都是同学问的问题啦。那当然欢迎如果各位有一些类似的问题，你也可以像这同学是分享他做牌桌的这个心得，但是他会有额外做不出来的，那可以提出来问，还蛮好的，而且他的问题非常明确，我一看就知道他在问什么。那如果你们有类似的问题，也尽量比较让我知道明确一点的，你不要说把你的工作全部寄给我，然后说老师怎么办？我这边没办法解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从头跟你讲起了，所以尽量你的问题能够焦点清楚，到底你的问题在哪里，这样子我也比较好回答。OK， 因为有的时候每个人的专业不同啦，你的领域可能我不一定是我的专业比如说你是会计的，做出纳的，那做出纳呢里面很多会有用到 VLOOK 函数，比如说你要把这些资料通通带过来。你有个编号，要把这些东西都带过来。然后呢，你像有个同学就发问，他就把他的东西寄给我，然后说这个是，所以我就傻眼了。我当然知道他在做什么，可是问题那并不是我的专业，我只能跟你讲说 VLOOK 函数该怎么带。那如果你会这个，其实就带就好了。但是至于说你还要，因为我可以知道，但是我一定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你这个东西是在哪边，来源在哪里，放在哪里，那你可刚刚你有文字叙述告诉我了，可是这个对于不是这做这方面的人，大概会比较花比较多时间，大概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有一些类似的问题，你就把它整理一下，或许也可以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OK， 好，那今天的话就是请各位找到这个饭店管理。那并且把这个范例档先下载下来。这个范例档里面呢，主要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怎么样？各位先切到哪里啊？启动编辑，好，再把它启用一下。然后呢，这边有三个页面。
请各位先切到第一个，切到第一个哈，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有个 book ID？ 这个 book ID 就是booking ID， 就是说它订房的一个编号，这个编号的话是唯一的，不会重复的哈。那这个编号怎么来？其实都是从后面的资料而来的，好，那只是说呢，我要把它串接出最后的编号。那它有一个规则啊，这个规则部分的话呢，各位可以参考什么？参考那个云端白板里面，这边有个问题，那有两个画面啊，其实这两个画面就是我们最后做出来的。好，各位可以看到 ，Booking ID 做出来就长这样子。那请各位看一下啊，这个中间都会有一个减的符号，啊，这个 minus 符号有没有？那其实你可以拆成三个部分来，拆成四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的话，指的是它的缩写。那它的缩写，比如说 hotel 在什么什么哪一个 hotel 对哈？它后面有一个对照表，叫做 hotel detail，hotel 的 detail 的那个对照表里面呢，就会有它的缩写。那你必须怎么样去把它的 hotel 名称查出它的缩写，放在这里。好，第一个，第二个是指的是什么的？指的是这边的东西，1月6号0106，各位发现 check in 的什么呢？日期，月份跟日期，把它放到这边来。但是我要是四码0106哦，所以要怎么样可以把它变成0106？所以想想看，有一个格式嘛。format 是 VBA 里面的，好，有一些。